的寿司跟超市寿司有的一拼，这个好狠。下一碗就是味噌汤，味道还不错，就是味噌汤的味道，水加少了一点，咸了一点。看看一个真实的饺子，这个真饺子皮又破了，长相都有点像啊。还不错，里面是妥妥的肉。这里还有春卷，这个春卷还是比较便秘的呀。然后还有这个炒面。棒棒，哈哈哈哈，这个。就高级炒饭，这个炒饭注重于形式，可能不注重于味道，不过看起来那个锅也挺热的。Chocolate， 如果这个真的是巧克力的话，加点糖的感觉，味道应该也还不错。那可能就是老抽和生抽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又加入了一点鸡肉，现在上牛肉了，他跟我们说是猴子。这个做菜表演实在太尴尬了，这个厨师本身就是属于那种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，然后我忍不住想要唱一首歌，就是那天和你演出的我演出而不见。现在厨师在分饭，然后他整个菜单有四五道菜，最让我没有想到的一点是，想不到这其实是一个快餐小炒，然后把快餐炒好了放到每个人的饭里，这样来吃了，来吃了这个炒饭。嗯，这炒饭炒得挺干的，然后也很香，我觉得味道还不错。虽然锅气就没有用锅来炒，那肯定没有锅气，但它确实炒了挺久的，所以应该非常香，非常好，对不对？牛肉，哇，有点硬邦邦，这个牛肉，老了牛肉。Thank you。吃着吃着，加了一个炒菜三文鱼。这个三文鱼好嫩，泰国鸡肉。嗯，泰国鸡肉也是老的。炒蔬菜。锅气也是有的，就咸了一点，太香了。这是香蕉天妇罗，就是大香蕉，这个香蕉看起来特别的瘦小，尝一口。哎，还有一点点脆，入口还是非常的温润的，里面的香蕉已经被打成泥了的感觉是。现炸的，这层外衣也非常的薄，这是你们的香蕉馅。